今天是2月9号，星期三，天气呢，早上一大早下了雨，现在呢又有点出太阳的样子，整片呢雾茫茫的，这是在我们山居岁月里面呢，在20年前，每天的冬天，都是这副德性，也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的状态，所以经过了去年的枯水期呢，那今年在我山区里面呢，就比较阴气缭绕的这种感觉，就再现了。那也就是说水气比较旺盛。那这边有所谓侏罗纪公园之称，所以理论上来讲，它就是要水气很茂密、很旺盛，才是比较符合的。OK，那我们今天呢？主要的工作就是，把最后3棵蔬菜苗，也就是南瓜苗呢，给它地植啊。OK，我们赶紧来去，看一下农场的农作物吧。走喽。这是我们的草莓园，大家可能会觉得不怎么起眼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这一棵草莓呢。第一颗草莓已经 N 年了，它还是这么大，还没有变红色。然后最主要是最近的天气呢，都是阴雨天，太阳比较少，所以，草莓的生长速度呢也有点受到限制。但最少草莓呢，还是陆陆续续的有在开花，长得还算不错。只要温度不要再持续那么冷凉的话呢，它们应该就可以，生长的速度就会快一点。OK，这是我们的草莓咯。